哟，小事啊，小事给咱关心，讲老师吃饱呗。哦，我先把机器弄好，我们先弄好。谢谢啊、哦，对啊，用心买的 iPhone 手机。嗯，也是。卡皮特真厉害，怎么知道我有新买一只 iPhone 手机？哦，你真的太厉害了呢！你可以去当特务了。对了，我新买了 iPhone 手机啊，就是我上次在那个法国巴黎买的啦，哈、哦，法国巴黎买的就拿起来用了，哦，就自己拿来用。好，各位贵宾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啊、哦！现在收看的节目呢，每天中午12点，我们 UP 独家直播台湾万花筒啊、哦。那 iPhone 都是小台的，没错啦、哦、，iPhone 是小台的 mini 啦。啊、哦，哦，你刚才有刚好看到的啦，哦，是这样，我刚才在用，本来这一台 iPhone 是在棚内没有用啊，就是做外景才用啊。哦，然后呢？我那台大台的好像有点问题啊，所以张经理又外出了，所以我不会用，就把它拿来用。然后，好，各位贵宾，大家好，哇，这个风和日丽啦，啊 ，good weather，good day，good weather 啊，好天气。今天呢是4月29号，2020年啊 ，today is Wednesday 啊，今天是礼拜三。哦，你们现在收看的节目呢，台湾万花筒，我是节目主持人 Tony Chen 老师。再次要谢谢我们 UP 公司啊、哦，老师呢在 UP 呢已经是3年4个月了啊、哦，谢谢 UP 公司的栽培啊、哦，恭喜啊，我这机会了哈、哦，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呢啊、在 UP 公司为大家服务。那当然呢，也谢谢呢所有支持我的观众朋友。啊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们的节目呢才能够不断的啊为大家做服务了哦。说真的，这个节目算还播了蛮久了，播了3年4个月了。啊，一般在电视台呢，他们呢就是一季就是3个月了哦。那节目播3个月，然后呢有的就播一季就没播了哈、哦。那汤炫老师这个节目呢播了3年4个月，还算是挺厉害的了哦。这边也谢谢咱个观众朋友哦，给咱支持，给咱爱护哦。当然呢，在我们台湾万花筒啊，咱这节目呢，一定呢要给大家听好听的歌曲。来，今天的第一首歌要来当听啊，1999年哈、哦，
界，哇，这首歌呢，1990 啊，1999年、1990年哦，看一下老师年轻的时候哈，哎呦，啊，现在已经2019了，好可怕哦！就这首歌，2019、1990已经过了29年了，哇，难怪，你看，再听这一首1990哦，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，哦，看一下老师曾经是少年郎哦，现在变成欧丽桑了，这恐怖哎！时间过得好快了，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时间哦，我就觉得，老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，不知道你们过得开心吗？希望每一天你们都过得平安平静，好不好？然后刚才呢，我们呢，这个 upper 的贵宾啊，小 P 就问我说，老师你要不要跳槽？哦，问我这个问题很可爱呢，问我要不要跳槽就对了。其实每一个艺人有每一个艺人的特质了啊，有他的本性。那通力轩老师呢，是属于台湾阿信型的。什么叫台湾阿信呢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这种型的啊，就是通力轩老师的个性。你看哦，我在演艺圈呢超过20年，我只有一位经纪人，从来没有换过。我的经纪人是谁？来问一下。我们艺人呢都有经纪人，请问通力轩老师的经纪人是哪位呢？来，我们知道的朋友，可以猜猜看，哦，小鱼应该知道，小鱼有在线上吗？哦，我觉得小鱼已经知道这个答案，哦，因为我在这个演艺圈超过20年，从来没有变过了哈，哦。为什么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型的，就是佟丽娟老师这种个性了啊，哦。我这种个性的人哈，哦，老板都很喜欢了啊。哦今年是2020年，对呀，那这个是1990，那已经30年了。那有没有人知道？小啤酒，你知不知道？汤炫老师，我在演艺圈，我的经纪人是谁？Who is my agent？哦，有没有人知道？来，我等你们哦，I'm waiting for you。有知道吗？来，这边要欢迎我们的贵宾，哦，赖文宏、李文祥、周如君。我们的林心如啊，谢谢小鱼啊，我们的 Maggie 的小鱼啊，我们的小编就知道了哦。小玉，你现在到紫色了，恭喜你哎！哇，你是啊，这个所有女性观众哈，这个支持汤笑老师的第一名呢，就第一名啊，就是当小鱼，你已经进到紫色的哦，Purple，谢谢你啊。哦是没有错，是沈玉琳呐、啊，玉琳哥啊，玉琳哥怎么了？没有啊，他玉琳哥好好的啊。哦，我们的题目就是说，汤显老师呢，在呢这个演艺圈超过20年了，我只有一位经纪人啊、这20年来都没有变过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沈玉琳呐、啊，哦，我们玉琳哥。所以呢，小皮球，你刚才问我说我会不会跳槽啊？哦，这个个性就是说，我是不会跳槽的人，哦，除非是人家公司不要我的，或者是我会离开这个直播圈子啊，哦，可能我因为私人的生涯规划，我可能离开了哦。但是我想应该基本上不会看到我说从 UP 公司到别家去，我应该不会啊，哦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个人哦，这个守旧了，啊也念旧型的。他、啊、也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这样子哈、哦。回想到呢，3年4个月前，UP 公司呢愿意呢给汤显老师这个机会啊、哦，然后跟我签了这个合约，然后呢让我独家能够在 UP 公司就好哦。那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这样子，那我也很感谢我们 UP 公司了啊、哦，谢谢 UP 公司哦，这个没关系，他要问我哈，不了解，因为生意不好，他要请老师帮忙。我知道没有关系，麻烦你加张经理的 line，他会跟你做说明，感恩。哦，这里我跟他回一下哈，因为有一个店家，他们开日本料理了啊，张经理的 line。他说："能不能请我们好康爸爸到过去采访啊？"哦，
然后问我说要不要费用了哈。那我就跟他讲不必啊，然后他好像很多不了解了哦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加入张经理的 LINE，我就张经理跟他服务了哈。好，这个不会啦，老师会不会跳槽到别的直播？不会啦，Of course not 啦，Of course not 啊，就是不会啦。而且我们 UP 公司那么好，UP 公司 is good，对不对？我们 UP 公司这么好，其实的话，我觉得呢，在一个职场，对不对？康轩老师喜欢从一而终我喜欢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奋斗，那有一个家的感觉了这样子感受，我喜欢这种感觉哈。I love the feeling 所以问我会不会跳槽，不会哈。来，直播间的东西赶快拿出来给观众看。不要呢，不要每次都在拿呢。你好，如果方便的话，你可以给汤圆老师电话吗？我现在可以 call out 给你，我直接跟你说明。我看看哈。汤圆老师，汤圆老师电话吗？我现在可以 call out 给你，因为他好像对我们的这个节目不大了解那我在想说，我直接跟你说明哈，我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因为他这样问我哈，他这个叫王小姐了王小姐对呀，来，这个小皮球，我这个月8万已经募到了啦，所以还好也没有什么东西的呢。你说老师，你那个送 UB 换好你的东西，赶快拿出来，没什么东西的呢，都差不多了。有的是自己要吃的，自己要用的，也没有哎。所以没什么东西了，差不多了，都被拿得差不多了啦哈，谢谢啦没有，张经理没有放假，他出去外面。我们那个桌型电脑哈，那个风扇不能动了我打给他好了。电脑风扇不能动，所以张经理拿去 Nova 修电脑。他出去外面，他今天没放假。好，我现在来打给这位贵宾哈，0928-229843，0928-229843。好，这个我来打给他了哈，来，大家来听听看，我们来 call out。刚才说她是什么小姐，我怎么忘了？我说她是姓什么？王小姐哈，王小姐，我不晓得她是在她是店在哪里？好，谢谢，我来打给王小姐，0928-0928-229-229-843。好，我来 call out 喽。来 call out 看看，call out 给王小姐。有，谢谢。喂，好，你好，王小姐吗？我 Tony 炫老师。对，托尼克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好康爸爸的节目主持人哈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的节目呢？你有看过还是人家跟你说的？人家跟我说的。那你是住在，你的店是在哪一个城市？台北市啊，哦，你在台北市中山，哈，好，对，中山区这边。你在台北市，我是在台中呢，我是住在台中，对，所以我们如果有出机的话，我们就会从台中过去这样子。那我这个节目因为张经理有跟你联络，但是说你说你看不懂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要传资料给我，我看。你好，对。好，等于是他对，可游能戏没有走。好，没有，他应该是传我们的节目带给你看吧，因为我这个节目的话，你有没有听过 UP 直播？你有听过吗？有。对，我这个节目是 UP 主打的节目，叫好康爬爬照。
那它是出外景的节目哈。那这个节目在公司已经播了3年4个月了，大概我们播了有上百集了啦哈。那我们的节目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国外采访，我们大概一年哈有半年是在国外啦。然后呢，当然这一阵子我们上一次在国外是3月3号回来，3月份刚从埃及杜拜采访回来。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嘛，啊，所以我们这几个月都留在台湾哈。然后这个节目呢，我们一次呢只介绍一家店家而已，啊，一家店家是2个小时，好，那我们现场呢会有3台哈，会同步录影，除了呢我们的 UP 公司现场直播，对不对？哦 ，Tony Chen 的 FB 也会连播，还有一台录影机哦，会现场录影。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哈，会后的话会剪接哈，然后呢也会放在 YouTube。另外呢，还会再送我们受访的店家2则新闻，所以的话，到时候总共这个就会有三个新闻啊，3个节目带在网络上这样子。啊，在网络上我们都会一直不断的播出啦。那另外还有这个节目它比较特别，因为我们是网络直播节目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受新闻局管辖，因为呢，新闻局管辖的节目哈，它不能够哈帮这个店家直接讲姓名、电话、住址都不能讲啊，因为的话，节目广告的话会被罚钱的，你知道这个事吗？好，那我们 UP 直播呢，我们不受新闻局管辖，我们这个节目主要就是真的直接推荐好的东西给我们的观众朋友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对，刚好有客人在，我会再打给你。可以啊，或者是这个就是我的电话，您方便你再打给我，你先忙客人哈。好，王小姐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有，好，来，老师，王小姐哈。因为现在餐饮业它是开日本料理啦哈，日本料理哦，现在是餐饮，中午可能客人比较忙哈，日本料理，好，我先把资料记录一下，好，看有没有机会呢，我们好看爸爸照再过去采访了哈，好，谢谢谢谢，然后呢，先来听个歌好了啊，给大家放轻松一下，先 relax 一下好了。来唱起来，刮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哦，听个歌，刚才是1990年嘛，吼。那王小姐如果打电话过来，我再跟她服务，吼。好，我们来听这个，哦，来，光明歌，好啦，唱光明歌，嗯。我们各位贵宾能够猜猜这首歌叫什么歌名吗？注意听咯，现在收看的节目呢 UP 独家直播台湾万花筒，我是 Tony Chen 老师。
哟，来，我们跑马灯出来了，汤夏老师在 UP 直播中，房号 Tony Chen，谢谢。刚才那首歌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哦，下一首歌请欣赏。各位，谢谢，好听吗？哦，各位贵宾，这首歌叫《为何梦见他》，是不是很好听哈、哦？这个都是呢，汤夏老师年轻的时候呢，那个时代的民歌啊、哦。民歌呢，虽然呢，哇，离现在已经都二三十年前的歌了，不过这些老歌呢，这些民歌哈、哦，真的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有所呢影响。反而呢是随着岁月的增长哦，让我们听起这些民歌来更加的有韵味哈、哦，也可以更加的了解哦它歌词当中的境意哦。其实有很多事情哈、哦，人家说啊、不争一事不长一智啊，不争一事不长一智，有很多事情哦，真的是随着岁月的累积而得到的心情跟历练了哦啊，然后呢这些心情跟历练。你跟年轻人讲他听不进去啊、哦、譬如说我干儿子，我这样跟他讲，我说哦，拜托你不要吃泡面，不要吃泡面啊、哦、因为我会煮饭嘛，我干儿子呢他只要肚子饿跟我讲，我就煮给他吃。我平时的话冰箱里面呢、啊、大概面啦、啊、面线啦、啊、水饺啦、啊、我们随时都有的啊、哦、因为有时候呢忽然要吃东西，对不对？忽然要吃东西，那煮个面煮个水饺就比较快。那我跟我的干儿子说，拜托你不要吃这个啊泡面。为什么？因为泡面里面呢太多化工的东西啊、哦、这个防腐剂啦，
这些化工的食用色素啦，哈，食用香料等等，哦，那些对身体其实都是会有伤害。那你知道吗？年轻人哦，你跟他讲，他听不进去。我有一次到他房间，就看到两包泡面，我不晓得，我就觉得说我这个哈、哦、干爹好像很惭愧哦，我是这么没有把干儿子照顾好啊，怎么他还要吃泡面呢？他还是两包泡面。我跟他讲说不要吃，他偶尔还是会想吃，我不晓得为什么哦。那我一直讲一直讲，我就变得很唠叨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变得很唠叨了啊。所以我在讲说哈、哦，人家说不增一事不长一智哦。对呀、啊，泡面很香啊，可是啊，吃什么东西对不对？不应该是好不好吃做第一个考量。哦，应该是健不健康，该不该吃了啊、哦？不过我讲他也可能很难体会了啊、哦，很难体会啊、哦。那这个就是呢，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哈、哦，要经过岁月的增长，他可以慢慢才知道了啊、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啊、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潘旭老师要为贵宾来唱一首歌曲啊、哦，来，这首歌也是好久的歌哦，哦。骊山痴情花，大家一起来欣赏看看。有。骊山有个姑娘，叫呀叫娜娜，她的两颗眼睛水呀水汪汪。不若有情头发披肩膀，一把热情像太阳。骊山有个姑娘叫呀叫娜娜，唱起那个情歌多呀多嘹亮。不管早晨黄昏天天等，痴痴的那心上人。哎呀那个下山有一天，冬去那个春到有一年。飘已经过了三年，不是那个情郎终于如云烟。骊山山痴情花，太阳那个下山有一天，冬去那个春到有一年。骊山山痴情花，受折磨。雪花飘飘已经过了三年，不是那个情郎终于如云烟。骊山山痴情花，骊山山痴情花，骊山山痴情花，骊山山痴情花。哇，这首歌哈、哦很有它的味道哈、哦，叫骊山痴情花。来，骊山在哪里呀、啊？啊、哦，我知道骊山在哪里，有没有人知道？我们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的地理好不好 ？Where is 骊山啊？骊、哦、山 is in Taichung 。What fruit is 骊山 famous for 啊、哦？骊山呢有名的水果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 ？What fruit is 骊山 famous for 啊、哦？骊山有名的水果是什么？哦，骊山有名的水果就是 pear，P-E-A-R pear 哦，梨子啊、哦，多吃梨子还挺好的。梨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水果啊、哦。我看有些水果你多吃都是 OK 的，像 pear 了，梨子可以了啊。像那个啊、瓜吧，瓜吧也是可以多吃瓜吧。
啊，瓜吧，啊，像 kiwi 啦，瓜吧就是那个 banana，那 kiwi 的话是奇异果，也可以多吃，啊，这些水果都可以多吃，随便吃都没关系。但是有些水果呢，它的含糖量太高了，那就要适当吃啊，啊，不能吃太多。像现在那个 pineapple 都好甜哦，pineapple 就是凤梨，啊，像 watermelon，西瓜。一般瓜类的东西是比较凉性的，是瓜类，哦，所以呢，你又不能吃太多了，对吧？哦，所以这个也很有趣的啦，很有趣的一件事哈。哦，OK，来，梨山吃青花，哦，梨山的有名的是梨子喽。来，两首好听的歌曲，一起来欣赏。枫红沉沉。沉沉哦，那老师刚才拿的这个很特别哈，这个不是在台湾买的，它也可以当扇子 fan，也可以当帽子 hat。这在哪边买的？这个印象深刻哦，这个印象深刻哦，我是在泰国买的啊，这是我们好看爸爸照，这个到泰国做外景的时候我买的。那我特别给它选绿色的 green 啊，因为我是单身呢，I'm single。I'm available，所以呢，我可以戴绿帽子。哦，老师有时候也是作怪，你知道吗？他想说，哎，这个绿帽子没有人敢戴哦，那我来戴绿帽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是单身，有权利戴绿帽子了哈。好，那刚才呢，这个小皮球问呢，哦，这个杨哲的芒果了啊，
当然呢，芒果的季节又来了啊。那央视芒果呢，我们去年有访问过啊。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喜爱吃芒果的话，那你们也可以呢上 YouTube。我们 YouTube 呢，杨哲芒果汤炫老师呢 up 直播，好康爸爸上有节目采访过啊、哦。那啊、里面你可以找到呢杨哲的电话号码啊、哦。啊，如果呢你们呢想要吃芒果，杨哲芒果当然是有口碑的，就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杨哲就好了啊、哦，跟他讲说有看过汤炫老师的直播节目啊。哦，然后知道你的芒果很棒，还想跟你买芒果。他们现在哈、哦、卖东西都有宅配了，哦，我觉得现在啊、我们观众朋友买东西很方便，尤其在台湾，在台湾买东西非常方便。为什么？因为呢都有宅配服务这样子哈、哦。好，谢谢小皮球啦。小皮球提到呢，杨哲芒果哈、哦、有。另外，小皮球又提到一件事，五月了。老师什么时候要去录电视节目啊？啊、哦，用我这个问题哦，我应该这样子讲，我录电视节目的话呢，我跟呢沈玉林沈老板的合约就一个月一场了，啊、哦，一个月一场。那他什么时候跟我排呢？哦，或者是他没跟我排，那就由他决定。反正一个月一场，一年平均有十二场，哦，他呢一年呢平均会帮我排十二场呢，哦，那什么时候排？就是由老板决定就好了啊、哦！我这个人呢、啊，汤炫老师啊，稍后到顶内了，我蛮没和老板压力哦。那很多的话就是也不强求啦，哦，反正汤炫老师已经退休了，每天呢，其实呢，在 UP 公司，他、啊、都有机会跟大家见面，已经非常非常的心满意足了，而且这个工作量也够了啦哦。本来已经退休的年龄了，还有一个呢曝光的机会。还有一个工作的机会就挺够的，挺好的。那其他的工作，沈老板、沈玉林、玉林哥，他若有排我就做，没排也没关系。啊，至于你问我说什么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。I have no idea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会主动去问老板这个问题啦。我不会问玉林哥说，玉林哥，哇，啊你什么要跟我排工作？我不会问他这个问题，他自己决定。哦，这样了解吗？谢谢，谢谢小皮球的关心哈、哦。来，下一首歌呢，汤炫老师为你们献唱《踩在夕阳里》。是你在等着我，还是我，还是我等着你，还是我俩心里有默契，相见黄昏里，有一个爱的奇迹出现在此时此地，我俩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踩在夕阳里。在是你在等着我，还是我，还是我等着你，还是我俩心里有默契，相见黄昏里，有一个爱的奇迹出现在此时此地。
共同的心愿，才在夕阳里。谢谢踩在夕阳里啊、哦！谢谢大家的欣赏了啊、哦！然后呢，这个小皮球问我说：“威尔，五月份有没有来参加节目呢？”我不知道呢，啊、哦，我不知道，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有这一场他的通告了啊、哦！那因为呢，我们的通告呢都是张经理在排的啊、哦，我只是目前看到行程表里面没有看到这一场啊。哦来，谢谢小皮球你的发问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嗯，好快哦，今天已经是4月29号，2020年了哦。我在这边要特别谢谢了我们的珊珊、文喜、我们的红酒杯啊、哦，我们这三位贵宾呢，真的在呢这个啊4月份热情的帮我们送礼了哦，然后呢进行呢。送 UB 换好礼活动，让汤炫老师呢，4月份呢8万的 UB 哈、哦，已经呢募到了啊、哦，已经募到了，所以4月份呢可以安全过关啊、哦，也谢谢我们线上599位收看的贵宾了啊、哦。那啊、你们现在收看的节目呢是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啊、哦、，UP 独家直播台湾万花筒。台湾万花筒节目呢，也欢迎呢我们观众朋友可以热情的主动报名啊、哦，来呢台中直播室参加我们的现场节目访谈呢哦，如果你愿意呢，一起来玩一玩都不要客气啊、哦。我们的 LINE 呢8253TC 8253TC 啊、哦，再欢迎你们用 LINE 来报名好不好？8253TC， 谢谢。来，接下来呢，再听一系列的好听的歌曲。来，昨夜星辰，我怎么哭了？流水年华，很好听哦，大家一起来欣赏。
担心经常在想你走，往昔又流过我心头，有几离别的时候，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，深深一起多珍重，一脉朦胧。几首好听的歌曲啊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一起呢献给大家。然后呢，节目最后呢，再次的谢谢小皮球啊，他呢有问我们说，那五月份的好康啪啪照哈，五月份好康啪啪照呢，从下个礼拜开始啊，我先把日期呢在这边跟大家做个预告一下了哈。五月份呢，哇，我们呢。下个礼拜就有四场了啊、哦，其实还蛮辛苦的。5月4号下个礼拜一，我们要到彰化袜仔王观光工厂啊、哦。5月4号，5月4号去彰化要访问肖总经理啊、哦，袜仔王啊，梅亚啊，梅亚，他们的袜子哦，就做出口呢，真的，而且得到呢 ISO 9002呢，啊，非常的特别的。这个袜子啊，5月4号呢，下午2点到4点啊、哦，是我们呢啊，好康爸爸照袜仔王观光工厂的采访啊、再来是5月7号啊，5月7号，礼拜4，5月8号礼拜5，5月9号礼拜6哇，这三天呢，我们都会在宜兰啊。哦5月7号呢，礼拜4，在宜兰呢采访呢这个益德食品手作烘焙花园啊、哦，它呢是下午2点到4点啊、哦，在宜兰三星乡，有没有三星的贵宾？宜兰的贵宾哈、哦，欢迎呢线上报名啊、哦，到现场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、哦，这是5月7号在宜兰，5月8号呢下礼拜五。一米特创意美食馆，然后那一米特呢，老师有去参观过，在宜兰的苏澳，同样的播出时间呢，下午2点到4点，然后还有一场是5月9号，5月9号呢，我们要采访呢这个英宝贝博物馆，英宝贝博物馆呢，采访的时间呢，礼拜6早上10点到12点，在宜兰市梅洲一路22号哦，所以。下个礼拜呢，我们有四场的 UP 直播好康啪啪照节目啊、哦！当然，观众朋友想要拿好康参加送 UB 换好礼的话，都可以用 LINE 82537C 事先预约登记哈、哦。谢谢喽！那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，就做到这边了。谢谢大家，那祝大家平安喜乐。老师呢，下午呢也要赶快再忙很多 paperwork。哦，就是呢，我们呢在家自学的服务了啊。汤小姐也谈过，如果你们有亲朋好友，对不对啊？比较特别、特殊的才艺啊，特别的原因，然后呢不适合去学校参加团体的上课啊。我们现在教育部有开放在家自学，从国小、国中到高中都有服务了哈、啊。那。在家自学呢，每年的4月底就是要缴呢这个计划书的日期了哈、哦，所以呢这几天我赶快在忙着在校稿啊、哦，再请大家告诉大家有需要服务的话，82537C 欢迎加入昌祥老师的 LINE。我要再一次谢谢今天有754位收看的贵宾，谢谢你们哦，也感恩。你们对汤轩老师 UP 直播节目好看啪啪照跟台湾万花筒努力的热情支持，谢谢你们咯，祝你们午安，我们明天下午，明天中午了，明天中午12点再见了，谢谢，拜拜。